好，好，好，哎呦，好。接着欢迎最后的压轴，是让我们欢迎社二 B 带来的五大学回忆。互助是我们的力量，笑容是同学们的动力，搞笑是我们天生的特质。准备好接受我们搞笑的冲击吗？我们是社工二 B，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二 B 的表演。
号知道是谁？没有哎，我背起六百多号，不是说这次我背五百多了。没关系啊，住外面也可以有好玩的。好玩的是什么？好，你可以来我们家吃火锅。
知道，但是我们一起追寻吧，耶、yeah！希望学长姐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梦想，谢谢大家。